华视台语新闻杂志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语言那是长根，文化就真歹延续。我的母语消失中的系列报道，要继续来追踪你的未来这几冬来恐惊都会消失的族群的语言。先来看这位92岁长辈潘阿春，是平埔族家下母语的重要守护者。将近半世纪以来，随着基诺豆豆啊凋零，会当甲家下母语讲到真认真的族人，剩无到10个人了。另外，伫个桃园油麻迄块地啊的永定客家话，使用的人口嘛，敢那剩几百人了。要安怎来抢救到消失中的母语？即几冬来，平埔族有咧讲巴泽语的青年，透过线顶课程教母语，地方基诺嘛来创立着巴泽文化工作室，带动族人来讲母语。华视新闻团队记录台湾珍贵美好的声音，透过镜头，咱做伙来看伊的故事。国宝，马吉国宝啦！几多春啊秋？是文化根，当母语失去，你感觉起哩，你是啥？我们现在是要去那个嘎布的部落，然后武功这边。那待会就是我会去做田野调查。32岁，暨南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林鸿瑞，当天的寒时间招标比赛，抢救平埔族群内底差不多强要无去的嘎哈母语。可能真无得点，我嘛安尼咧。阿伯，大家也是，算一样。我们今仔要来做田钓。好。我请问一下啊，以前甲卡母的人啦，要拍招呼拢安那拍招呼啊？爸爸。大家，阿伯，一休呀。一休呀。哦，一休呀，就是讲你好安尼哦，一休呀。我在我大四那一年的时候，2011年，我参加中研院的人类学营，然后我第一次来到嘎哈布的部落参访，然后当时我印象非常深刻，就是有一位耆老，他用族语跟我说，哎，来吃饭，来吃饭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哎，居然还有耆老会讲族语。平埔这个词上早出现伫咧18世纪初清代文献，1904年台湾总督府为台湾报道，对平埔族群的乡名会当看到。当时族人大多数分布伫咧西部山区、瓦平原迄个位啊。时代演变，平埔族群的基地煞伫咧家己的土地慢慢啊变模糊。日本时代，日本的这个语言学者，像是伊能家矩等等，他们就已经发现说，哎，这个平埔族群面临了非常大的一个危险，那几乎是死语的，就是死亡的死语的这种情况了。阿欢那个期待啦，阿欢那光啊光的，哇！日头要哪讲都袂记得啦，都袂记得呀。李泽，哎呦，李泽啦，1990年代，学者提出平埔族群是7族14支的讲法，其中有一半语言已经确定袂出，亲像嘎哈部族。主要分布伫咧南投埔里、麦克四村、古昆山、秀山分、大喇嘛含亚冈仑，目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是全世界最灭绝的18种语言之一。即马全台湾公立刷牌族群剩无到10个人。伊尼啊，阿克现在伊脑也个烧个沙西模式。92岁，潘阿春是守护嘎哈母语上珍贵的族群。教我也久个嘎哈母，也久个西潘，哪个个独孤，也久。我较早细汉都袂晓讲单话啊，拢讲阮的嘎哈母的话啊。阮的即摆互恁讲，阮是番啦，啊，阮是无讲番啦。山顶迄只讲番啦，
我的名，我称呼家己的族，都是家家母啦。看到这，就想到我较早做囡仔的时阵啦。这我讲的啦。北方工作习惯，平埔族，甚至方江彪使用汉人的名声，都惊方看无目的。关注民高不离疆，爱讲别人的语言。平埔族群各大同款无法度摕到合法关注民族的身份，头尾就亲像无名字的人。咱都被同化掉啊！卖家己讲啥，我家己的囝儿孙都拢，我的翁嘛是葫芦啊。我的孙哥，我唔知啥物路嘛，唔知啊，啊都无人讲啊。阿婆阿婆，阿哥家甲阿婆诶，耍几下。我觉得噶目前最主要的一个问题，其实是在于说，它目前还不是官方认定的原住民族。国家语言发展法已经通过了，那在学校是可以学习十六族的语言，可以甚至可以学习越南语，可以学习缅甸语，可以学习马来语，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学噶哈布的语言。我记得158年，一早人我牵一个囡仔了，我叫阿布阿布，哎呦，我讲安那有伊阿布嘛遐顺啊。安尼，啊，我就干那一拜听一拜，去啊58年也听一拜讲。改名那有爸爸，名那有祖啦啦。代代流传到来古调，使用青粉的母鸡吟唱，家下母鸡复兴之路，当坎坷的行。除了家下母鸡，方认定是特别灭绝，台湾各七种语言，方列作是确定灭绝。包括平埔族群内底巴泽语、吉达格兰语和道卡苏语，不过采访小组实际来到南投埔里，认真讲，煞毋是安尼。有无？啊，木根、杜木。啊哈哈哈哈哈哈！亚古瓦、巴泽阿拉汉、巴泽阿绍，我是巴代人，亚古瓦人阿噶来生。我的名叫做来。79岁潘强秀是全台湾少数，还佫会晓讲包济母语的人。一半世纪以来，会当用族语佮伊讲话对象，剩无几个。马拉溜，叫啊，那个鸟叫做矮鸯。矮鸯。哎，唔是矮鸯哦，唔是阿鸯哦，不是。矮鸯。矮鸯。对。矮鸯。矮鸯。哦，这样很好听，很亲。矮鸯。这个你阿母，啊，这个我阿母，啊，这个，这个我阿姨，讲话拢是用白话讲的哦，用台语讲哦，我甲你应的。不错耶哦。鲁巴英有你是老，愈来愈无人讲哦，差不多我差不多30岁了后，就剩我甲阮阿母，吼，安尼。主要分布伫咧中部地区的巴泽族，人上济时阵，目前全台湾人口要5%，即马语言快速流失，熟悉母语讲出镜面内底反笑影，愿意甲你听。伊呐，生个光阿嫂。即马即个巴泽愈来愈无人会晓讲的，你敢会讲足欢乐的？诶，怪巧。我这别个嘛是拢是上帝创造，啊，为什么会一直无去安尼啊？大家都知道说，这个濒危语言它的认定就是说需要有一个民族来使用这个语言，那还有就是说它这个民族当中的语言人口，所谓的语言人口就是它的那个 native language 的 speaker。像世界上有些民族，它可能只剩下一个的话，那它就没有一个对话的对象了。那事实上。他们这个指标认定是说，只要一个以下，就是0个到0个的话，就是真正的死亡。应该在那边啊，应该在那边。2020年，全台湾要470万人口的客家族群内底，毛少数腔调强要灭绝。法师啦，因为海外的请供
讲怨天哈发给乡人啦。啊，对啊，对，好。彩虹小组来到桃园油门的秀才里，找找全台湾使用人口港村几啊百人的永定乡客机。李叔叔，那哎，刘英妹啊，干华氏的呀？那啥，那呀？华氏，叫我那个客家客家话。台湾客家即马使用人口，以本来广东的四县腔和海陆腔讲的人上多，不过一张为万世永定客家人，特殊发音和思维真歹和外界沟通，无疑变作是家庭语言，嘛出现严重的短暂危机。公公啊，就他叫祖父啦，啊，叫阿达啦，祖父叫阿达，哎，公公哎，那阿婆嘞？阿婆阿咪阿咪，很多人听不懂啊。你知道吗？出去讲都听不懂，他们听不懂。像睡，你们讲什么？像睡觉，睡觉，匪梦，哎，匪梦，匪梦。时代的趋势是这样子，慢慢都会淡化掉的啦。讲来讲去，国语来发音，莫讲国语嘛，你知道吗？嗯。那要以前前几代的，像我阿公那一代，我阿婆那一代的哈，那样的人来讲的话，你不讲话，他就会打你。新马石门、淡水和三芝地区，拢嘛是永定客家人主要分布地区。不过即马会当甲母语讲甲溜溜叫的，大部分是50岁以上的士大人。台湾永定乡客家话，恐惊真做是历史名词。也连方言都就无办法顺差了。方言都是讲一多内呢，和大家互相要讲，也就存到卡路扎的。部分的少部分的还要讲讲台话听听，常常呢就差不多20-30的个各种一种学法就系啦。所以我上课的地方可能广，只要有电脑地方就可以上课。无想要亲目睭看到语言断掉，少年人想尽办法承接家己的文化。吉达尼玛。嗨。透过网络发起串联，八个青年潘贤和总算有机会定个母语捡回来。那也因为疫情的关系，长辈们就慢慢的习惯使用手机啊或平板，然后我们就有这个线上课程。那这个时间大概已经有1年多，快2年了。我的同学这里，一个是一个族人，然后两个，这个中间下面这个是格哈乌的青年。他自己做织带，是爱尔兰的烟草，我们是爱尔兰。我们其实常常会感受到要去追长辈或追他的时间，会觉得赶不上。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来说，新的挑战就是要尽可能的跟长辈像这样的网速上互动，或者是留一些语音或文字的记录。伊姆达多阿叻，雅古加巴泽哈豪利基。木格拉瓦乌马哈达丹达吉达奥，格卡瓦斯乌德勒亨阿杜马杜马拉乌哈斯。2020年，恒河通过电视台训练，成做巴泽语新闻主播，特别被抓来接受腔调，兼去大众媒体，顶曝光的注意。鲁布斯。模糊模糊。最有成就感的吗？最直接的是像是长辈们。那种眼睛发亮的感觉，就是他们会觉得，哎，他们不觉得年轻人会讲这个话。文化传承就像是跑马拉松，就是大家长途的跑一个，为了目标去前进，有下一代人去延续去走，那我觉得这些东西才可以有未来。达到同一个时间，220公里外，伫咧南投埔里的马祖文化工作者黄英杰，等过来将语言文化交予后一代。你是老师吗？一休加达加拉，同款成为母语碰见的一代。2000年，黄英杰回到故乡，对头顶学。第有几个字，你就会刚开始，你会抓不到它的那个发音的。点在那里，哦，学生打了波嘛，哦，打了波，他那个 X 字如果在最后面的话，那个声音要短，打了波，这个是我们自己的语言啊，这个是语言是上帝赐给我们的，不要到我们这一代，就这样子就消失掉了。
人拢讲咱八仔没有听说过，啊，阮就是讲要写咱的文字，告诉大家八仔还在，八仔有母语。语言跟文化它是相互依存的，保存台湾的多元文化，在语言这一块就是必须要做更多的努力。怕你就是打哈欠，对吧？Hello， 各位听众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邱连庆。母语到达台湾上多元的模样，承受历史和文化，和这片土地每一个人自信和骄傲。我讲台语，我讲台语。阿瓦斯卡杰阿拉汉吉亚古，亚古木加瓦噶哈瓦阿汉。亚公哈。当快速的消失的语言，要安怎来修好呢？愿意来学，勇敢来讲，脚步嘛要踏较大块的，希望会当来抢救文化凋零的危机。